听到了。穿过这路口的等待，美丽的意外，一不小心见到爱。第一次遇见你，从未相信有一天会如此的亲密。今天卡里就剩888，要不我就叫你小八。随便。现在就跟我走去。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胆的样子看起来挺可爱。愤怒更透。那我以后天天做饭给你吃。好呀。不重要。现在就跟我走去天幕这空白。他是欺负你来跟我说，可是我现在就遇见你了。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穿过这路口的等待，美丽的意外，一不小心。不管你怎么推开我，我都有一百种方式接近你。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慢慢的变成了，我是那个被守护的人。